日用品是人们生活当中必须要消费的商品，通常人们都是到附近的沃尔玛、家乐福或者是超市去购买我们的日用所需。看似简单的商品消费，其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产业链。当商品从工厂出来，先经过总代理的手中，总代理加上一份利润流入到省代理的手中，省代理再加上一份利润再流入到市代理的手中，市代理再加上一份利润，最终进入零售卖场，零售卖场再加上一份利润，最后商品才能到达消费者的手中。其中还包含了各项的税收、仓储、运输、明星代言，这一切的费用都要算在商品的成本中。这时候消费者所消费的商品已经从原来的出厂价翻了几倍甚至十几倍。如果我们换一种消费方式，商品从工厂直接送达消费者手中，把中间所有的产业链砍掉，从中节省下来的大量利润成本一部分拿出来让利给消费者，让我们的消费者少花钱，一部分回流到工厂做产品的研发升级，让消费者花最少的钱买到更优质的商品，同时在中间节省下来的全部利润都拿出来给参与消费和分享的人，这就是消费创富计划。我们只需要在公司预存1875元就成为公司的会员，公司会给您10000元的购物券，这10000元的购物券在公司的商城当作现金使用，使用的方式是一半的现金加上一半的购物券来抵扣现金。举个例子，我们平时洗衣服都要用上洗衣液，平时我们在超市购买一瓶洗衣液大概需要花费35到45元之间，然而在我们的商城一瓶高品质的洗衣液才仅仅只需要24元。如果你是公司的会员，那么只需要12元的现金再加上12元的购物积分，就可以买到这款高品质的洗衣液，不但比超市的售价便宜，而且在这个售价的基础上还能再便宜一半，并且公司还额外再赠送您1875元的产品大礼包，礼包里面包含了高品质的日用品、高档护肤品和家居用品。这种消费方式不但可以省钱，还可以让我们赚钱。下面我们看一下钱是怎么赚的。当您成为会员时，凡是在您后面来的消费者，每来一个您就会增加一个10块钱的收入，直到这笔收入达到1875元为止。这等同于您没有花一分钱就得到了10000元的购物券和1875元的产品大礼包，并且在你以后来的这些会员，他们今后消费的每一笔钱您都有1%的利润，并且这笔利润一直可以拿到永久。这是在您什么都没有做的情况下，只是排了个队您就得到的意外收入。越是早加入，您的排位就越靠前，以后您的收入也会越高。未来企业发展看谁锁定的终端客户群体多，谁就是强者。大数据时代，您个人锁定的数据也将决定着您未来的成就。公司采用的是人类发现最为神奇的几何倍增法来打造大数据。如果每个人去分享2个人，那么这2个人就会变成4个，4个就会变成8个，以此类推，倍增6次就会达到数百人，倍增12次人数就会过万，如果倍增20次便会增加到数百万人。这就是几何倍增的神奇之处。如果您想加快增加您的收入，那么您可以通过分享来组建您的团队，赚取动态奖金。下面
讲一下动态奖金。动态奖分为层奖和对碰奖。层奖每层有600元的奖金，每个人都有两个区，也叫做左区和右区。当您下面左区出现一名会员，右区也出现一名会员时，这便是一层，这时您就有600元的奖金。如果在下面的左右再各自出现一名会员，您又有了600元的奖金。以此类推，只要左右区各自产生一名会员，您就有600元的奖金。这项奖金没有任何的限制，只要满足左右两个区各有一名会员，您就有了一层，就有了这600元的奖金。下面讲一下对碰奖。对碰奖同样也是左右相对应产生的，左边一个会员，右边一个会员，这样就产生了对应，就产生了150元的奖金。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层，左区的1和右区的2产生了对应，这时候您就有了150元的对碰奖。再看一下第二层，左边的3和4也产生了对应，您同样拥有150元的对碰奖。第三层，左边的5和6也产生了对应，这也产生了150元的对碰奖。每个人都有两个区，如果这时候左边的1下面又产生了一名会员，右边的2下面也产生了一名会员，这时候对于您7和8又产生了一次对应，您又得到了150元的对碰奖。并且我们的业绩是永远累积的，这项收入越往后就会越多，越往后几何倍增的威力也会越大。所以公司在这项奖金的基础上设定了封顶收入，日封顶为3600元，这是为了确保这项奖金的合理分配，同时也体现了均富的理念，晚加入的人和能力弱的人也能做到每天封顶3600元，而不是早来的会员把奖金都拿光了，后面的人没得拿。下面为大家讲得更清楚更明白，我们把这个结构所有的奖金都加在一起，三个层奖加上四个对碰奖和每个会员的10元的静态收入，您的收入共计为2480元。您的付出越多，您的奖励就会越多，也体现了多劳多得。为了奖励那些付出多的会员，公司拿出每个月营业额的3%给做到经理和经理以上级别的人分红。假如公司上个月的营业额是1亿，公司便会拿出这1亿的3%，也就是300万分给所有经理和经理以上级别的会员。当您的两个区，左区和右区的业绩分别都达到30万的时候，您就晋升为经理。您将和公司所有的经理参与平分这笔利润的30%。经理的月收入都在6万元以上。当您的团队做到倍增7层的时候，您就已经做到了经理级别。如果您的两个区各自产生一名经理，您就晋升为高级经理。您将和公司其他的高级经理平分这笔利润的20%。高级经理的月收入至少在15万元到20万元以上。如果您下面产生了两名高级经理，您就晋升为总监，您将和其他的总监平分这笔利润的20%。总监的月收入在30万到40万以上。下面如果你产生两名总监，您就晋升为高级总监，您将和其他的高级总监平分这笔利润的15%。高级总监的月收入在60万元以上。如果您下面产生两名高级总监，您就是公司的董事，您将和其他的董事平分这笔利润的15%。
董事的月收入过百万，年薪是千万。人们赚钱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挑水喝的形式，必须每天要工作，一旦工作停下来，收入就停了。另一种就是管道型的收入，在前期去铺设管道，当管道铺设好了，您就有源源不断的水，即使不再工作，这个收入也不会减少。如果您想通过这个事业来成就您的财富自由之路，请联系给您视频的伙伴，我们将为您提供最快组建团队的指导和系统工具，帮助您在最短的时间内打造一个属于您自己的团队。即使你什么都不会，我们也会帮助你走向成功，由专业的自动化成交系统